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爱你的公理好理财》。今日呢，节目当中邀请到是南麻溪建昌里里长曾赞义里长来到咱节目当中哦。里长好，少卿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子区建昌里里长曾赞义。今日呢，足欢喜会当邀请到咱里长。阿弟开讲进前，咱爱先看建昌里的小档案。对这个小档案当中，咱也当了解到建昌里大行拢总有啊，有这个公园啦，有学校啦，也有这个图书馆，算是生活机能非常的丰富。那么呢，我们现在要先跟着里长的脚步哦，去到我们的儿童公园去看这段有你真好。少君来到我们南子区呢，相当受欢迎的建昌儿童公园呢，有没有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儿童可以呢运动啊，或者是溜滑梯的设施？我们呢就要请里长，当地里长建昌里里长来跟我们介绍，因为当初呢会有这个儿童公园，可是他争取的呢。里长你好，你好，哇，阿里家奈有这个公园？之前这个公园是早期是日据时代是那个右昌国小，然后这里荒废好几年的时间，然后自从我当了里长，我看了这块地太浪费了，没有使用，那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去争取，去找养工处再向这个用地找回来当这个儿童公园，然后最后还是在几年之内就把它完成了。是，而且哦，这也是相当有历史，也是经过里长不容易这样子争取到的啦哈。而且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个好大的榕树公哦，感觉他的岁数应该已经很老很老了吧？是对，你有细汉的时阵有诶吗？这个应该有好几百年的这个年资了啦，因为早期小朋友的时候就有看过这棵榕树了。应该这个榕树有几百年的历史，现在已经有列入已经有列管了。啊，这个榕树就是早期都是一些老人家，如果去种田的话，回来中午又可以在这个地方休息，这样。是，就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啦，哈。那我们一起呢，来到这个公园呢，走走看看，好不好？好，里长带路。是，里长，你这公园吼很可爱耶。对呀、啊，而且还有这个浓密的大树，大家都很喜欢去那边冬抽吼。那有这类儿童公园。谢谢，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来为各位介绍。因为早期这个公园是属于右昌国小的用地，早期是叫做右昌国小，啊，三点水的昌。又有昌哦，右昌，右昌啊，后来那是日据时代，后来就改编了，变成右昌国小，又迁移至东边这个比较大型的哈这个用地，啊，然后这个右昌国小就变成老旧，荒废在那个地方有差不多有20年以上了。那自从我当了里长之后，我就开始用心的将这一块用地，把它找市政府单位，然后再把它整，开始重新的整地这样，然后再麻烦养工处，还有我们地方上的议员帮忙处理找经费，然后就把它重建起来，所以就叫做建昌儿童公园。是，而且呢，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关键字？就是里长已经担任将近20年，也就是5届啦，所以呢，对我们右昌地区、南子地区可以说是寥落指掌，已经算是一个达人了。对，他是非常的了解吼，所以当地这个历史啦、文化啊，拢真了解。会当小可咱介绍这个建昌里吗？在我们右昌，我们这个建昌里是属于比较老旧的部落。
而且在我们这个右仓，尤其建仓里这个里，是生活机能是非常好的一个里。哦，周边有这个菜市场，而且这个台十七线又经过我们里里面的哦中心点，哦经过台南这个台十七线，在我们这个里里面，确实这个生活机能真的是好。有了这个，像比如有这个右昌基督长老教会，而且又有银行、右昌派出所、右昌国小，又有个右昌联合医院，像比如又有这个公园啊、民众服务社、消防队，样样都是有。所以在我们这个里，可以说是在右昌部落这个生活机能非常好的一个里。对，各式各样的设施都有。那当然最重要的呢，李明还是相当喜欢去到这个儿童公园，因为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阿嬷呢，阿公就可以带孙去那里玩啊。当然啊，这个要把这个公园维持的这么漂亮，环境这么好，背后大家的付出努力哦，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够点弄几挂志工啊，底下这几挂清洁打扫的工作嘛。啊，在这个里里面也非常感谢我们里里面的一些志工妈妈，他们天天早上就带个扫把到这个公园附近，把这个环境哦扫一扫、打扫，所以长期以来还是非常感谢我们里里面的建工这个志工妈妈，非常感谢他们将这个环境整顿得这么干净，让这些里民们能好好的在那里。有个非常好的机能在那里运动，是因为毕竟当初里长争取也是不容易啦，也是花费一番的这个心力哦，从跟政府啦申请用地啦，然后还要规划一些设施啦，到这个尤其我很喜欢那个公园里面的大树，对，这棵树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而且生态也是很丰富。这棵树应该有这个老榕树应该有好几百年的这个历史了。因为从小时候我就哦印象中就有这一棵老榕树了，所以也很不简单，刚好很巧，这棵老榕树也刚好生长在这个公园里面，这样，所以长期还是要靠我们志工好好的去维护。是，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哦，在这的树卡啦，因为读卡扎子的古早时代啦，大家的做工会伫咧树卡开讲啦，分享家己一天的生活，讲囝啦、讲孙啦吼，这个婆婆妈妈闲话家常。对，所以我看到感觉讲，有你这样，大家感情拢足好诶。所以咱公园是一个真重要的聚会场所。对，尤其是有人经过的话，累的话，又可以在那里。稍微歇一下，聊聊天，确实这个公园里面真的有这棵老榕树，也是非常老，感谢这个老天爷啦，哦，有这个机会长那棵树在那个地方，啊，而且又很感谢我们市政府单位阳光处哈，能好好的去维护。是，尤其呢，把这个环境呢，负责照顾得这么好，真的是大家要共同来努力。那我们呢，建昌里还有一个另外很棒的特色哦，就是有这个图书馆。那我们也是跟着里长的脚步呢，来看第二段的有里真好。这种文青青少年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啦，而且我今天来到这间右昌图书馆，据说已经超过20年的历史，就要请我们当地里长呢，好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里长好，你好，里长，你说你当了这个20年的里长，不过我说这间图书馆比你还要久呢。对，应该这个图书馆大概有40年左右了。40年。对。而且这个图书馆的又位置又在这个右昌国小隔壁，在我们右昌地区，可让小朋友在学校放学之后又可来这里看看书啦。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右昌的好地方，就是有一些青少年，而且可以选择这个地方来看看书啦，哦，来这里休闲这样。看看
推荐呢，来到我们这个呢超过40年历史的右昌图书馆哦。里长，那我们进去看看好不 好？那我们就到里面参观一下。好，好，谢谢。哇，我们进到这个图书馆呢，我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书香气息，而且呢，不只可以在那边看书，像这个妈妈也可以带这么小的 baby 哦，到这个儿童馆这边哦，去阅读书籍啦，甚至在那边爬行啦，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呢，这个右昌图书馆呢，你虽然叫右昌，不过里长你那边不是建昌吗？因为这个图书馆早期也是这个右昌国小的用地啊，很感谢市政府单位刚好在这块用地上面改建了一个图书馆，然后这个图书馆是属于我们市政府单位所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命名也是叫我们在这个右昌的这个地名就叫做右昌图书馆。所以过去那整个大范围是属于右昌地区啦，后来才慢慢有这个建昌。建昌是这个我们里面的名叫建昌，里面的然后右昌是属于右昌这个地区的地名，又叫地区，所以大家去可能要分得比较清楚这样子。是图书馆呢是属于在建昌里的这个范围啦，但是在这个当地呢已经超过40年的历史，所以是陪伴很多学子这样子辛苦的读书啦，也是很重要，尤其在这个暑假期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这个图书馆对我们右昌地区的小朋友协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说是里面冷气也有，不管是冷气啦，有这个网路什么电脑都可以玩，能让这些小朋友在暑假期间哦，不会乱跑到网咖哦去到处乱逛的，所以在这个地。在这个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图书馆，真的也是很感谢我们市政府单位。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啊，最怕呢小朋友自己乱跑去一些不正当的场所，那有这个图书馆，家长们也能很放心。对啊，所以有这个图书馆，在我们右昌地区的一些家长们真的很放心，可以将小朋友带到那个地方，可以去看看书啦。学一下电脑啦，哦，有很多好多地方可以学的。对，而且每一层楼呢也都有不同的功能啦，也是有分这个读书区啦，还有像里长讲的，不要就是让小朋友就在家里上网打游戏，其实到这个图书馆呢的电脑使用哦，其实可以查到很多不同的资料，生活资讯啊，很多就是在那边去解答你生活中的各种疑惑。所以在我们这个建昌里真的这个生活机能，所以样样都好，尤其这个图书馆对一些小朋友最有帮助的。是不止小朋友啦，我们那天也看到吼，有这个妈妈，就是妈妈就是带着女儿暑假期间呢会挑选适合她的读物来看，因为图书馆嘛，我们的资源就是相当丰富，你又不用另外去花钱买书，哇，就把这个图书馆当一个超级大的书库，可以取得各种不同的知识，所以里长是不是也很推荐哦？在这边跟我们呼吁我们的青年朋友啦，真的多到图书馆去看书。对，很高兴，也希望我们这个右昌地区的协同们啊，跟家长能一同到这个图书馆，而且在那个地方书看一看，然后打打电脑，而且又有这个书可以带回家，哦，把它借回家去看，看完之后再拿来还。对，还可以借回家看了哦，在那边可能休馆时间到了，哎，还可以把它借回家，在这个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呢，都可以好好来使用这些书籍，这也是我们政府的美意啦，要提升大家的文化素养，而且真的很可爱，尤其那里面那个是属于走一种工业风，哎，看不出来已经有超过40年的历史了。哎，有了，当初这个学校改建之后，这里就有一个这个图书馆了。所以也很高兴，也希望在右昌地区的协同还有妈妈们可以带着小朋友多加利用。
对啊，而且像小小的朋友还不会看书啦，对，就可以先去那边感染这种书香的气息，长大之后他就会爱看书，爱看书的小孩也不会变坏，对，是不是？是的，是。像里长，我一直很好奇吼，你这里头这么久啊，将近每几十年，是什么款的力量吼，一路支撑你到现在呢？因为自从我当了里长之后，我就当了一个很专业的里长，反正家里的一些事业都小孩在做了，所以我就可以说是在这个地方这个里里面，我就成为一个很专业的里长，这样。哦，就是之前有经营一些事业，但小朋友呢，欸，也很乖，就承袭了这个爸爸的志向，那爸爸就可以全心投入来担任这个里长的工作。是的，所以才能当了这个专业的里长，好好的为民服务。是，所以那天去我也看到很多妈妈，志工妈妈们也都超级相挺里长的。那所以跟这个有没有什么诀窍哦？跟里民在相处上呢？因为自从我当了里长之后，我的服务处就成为是开放式的，反正在里里面大大小小，他们平常没事也可以到办公室来这里聊聊天啊，泡个茶啦，或者是讨论一些里里面有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改善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建昌里里面这个办公室里面，可以说是天天有人在那里聊天泡茶的。哦，就是每天呢就可以去找里长啦。哦，因为我那天也是看到一些长辈们啦，啊，会到你那边去泡茶聊天，跟你分享一个近况。不要说，欸，这也是一个鼓励长辈走出家门。没有错，因为这个办公室如果开放的话，可以让我们里面的大大小小都可以在那边，哦，聊聊天啊，泡个茶，哦，啊，有什么大家就一起共享这样。对，尤其这个老旧部落啦，吼，大家最喜欢呢分享一些你有的，我跟你来分享，这样不管是食物啦，还有一些经验上的分享，大家这样交流嘛，是感觉很温暖的，就是有那个人情味，啊，在你有这样感受得到。啊，尤其在这个我们这个老旧的哈，这个里面，就是一些比较长辈的，他们最喜欢哦到这个办公室来哦，找一些伴来这里聊天啊，这样泡个茶，就是跟你闲话家常嘛。是，不一定是真正有什么代志啊，就是看到你长啊，就欢喜。对对。哦，啊，你长哥这么热情。是。所以这嘛是跟里民吼一个在相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所以当个里长，当然要跟你里面的里民大大小小要有个互动。要非常良好，所以他们才会喜欢到这个办公室来聊天泡茶，这样是最重要。打好这个情感的基础之后，有一些需要帮忙的地方，因为里这么大嘛，不可能干呐，里长一个人底下总呐，底下播养也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志工，像公园要有这个公园清洁的志工来维护，图书馆也可以有志工。那其他方面，像里长里内大概有多少人参与这个志工服务呢？在里面大大小小，无论是也有巡守队，也有一些妈妈，这个你这个志工妈妈志工，还有林长，大大小小加起来，里面的志工就有超过100人以上了。所以整个里要靠里长，真的是还是有点困难了，啊。最重要还是靠我们里面的这些助工们啊，到协助，这样才能将把这个里面啊做得更完美。是哇，将近有100位的志工，是也是不容易。那他们怎么都这么好，愿意跟着里长投入这个付出区里呢？在这个我们这个部落啊，可能比较乡下啊，尤其这些志工妈妈们啊，大家都是很热情，然后他们就牺牲一些他们的时间啊，然后就来找我说，因为有好几个都是来自动来报名说当志工的，所以才能将这个里啊一些小缺点啊，不管是环境也好什么，他们都自动自发的自己去把它整理得很完美，这样。
那也要里长有心，看到里长的付出，大家也都被感动，有没有？就自告奋勇说：“你弟我嘛，未来对你当志工啦，哦，未来照顾这类苦力。”所以我们要带头做给我们的志工看，这样是没有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李明大声公，看李明呢有哪些话想对里长说。里长好。哦，阮的里长哦，对阮里人是有够照顾的，所以阮这个志工吼，大家嘛拢做甲足好诶。啊，阮的里长拢甲阮当作阮是好姐妹，嘿，啊，所以里人若有啥物代志需要里长来服务的，里长拢无第二句话，伊马上传到，马上到，安尼。哦，谢谢里长。里长你好，哦，里长，你对阮这里面哦，实在有够好。阮这里面哦，拢都在你钦佩啦，吼、哦。啊，阮这里面哦，拢娱乐你娱乐噶，吼、哦。里长，你继续安尼个带阮做落去，吼、哦。啊，阮这里面会搁在你支持，吼、哦。多谢里长。里长好，那个我们建仓里的里长已经在建仓里。当里长二十几年了，是一个值得赞美的里长。阮里长是一个慈善家啦，伊拢咧有咧做慈善事业，吼，也是讲急难救助啊，伊就马上就去慰问慰助，吼。第二点，在阮这个里内，只要是里民，吼，有需要需求，来咧讲。倒一搭有需要的检讨啊，还是环境卫生啊，还是登革热，阮里长马上就去执行，伊就马上去给做好，伊嘛是讲里面的反应，啊，就要紧效率要较好诶，安尼，以上谢谢。嗨，里长好。一开始就是讲，真爱做感谢阮这个里长啊。因为阮家是古部落嘛，旧部落啊，然后原先都蛮跟不上脚步啦，啊，后来这个里长当了二十几年下来，把这部落改善得非常多，非常完美，嘿，然后也照顾到弱势团体，然后也对我们这些志工真的像亲姐妹、亲兄弟姐妹一样，大家处得也都非常完美，非常棒，所以我好希望说我们的里长可以当一辈子。我们也愿意跟他一辈子。好，谢谢里长，谢谢。里长你好哈，因为即马我一搭接近咱油厂建厂，你无做志工无介久，啊，毋过伫阮里长的带领之下，我们做得很棒。啊，在那个里长哈，伊有当时阮电话卡，伊嘛是不管甲我啊，伊拢嘛是人拢随到。啊，帮阮解决足侪问题，啊，尤其是就是说那个身体不舒服的，他会说去帮助他，啊，然后去慰问、去关怀，我们觉得很棒。不管说哎，伊个老的、少年的，伊真正嘛，甲阮当作家己一家人，真的很棒，对袂？赞呐！啊，里长无简单嘞，安尼大家甲你学落架，不管是对你几啊十档的啦，还是拄啊看到这类刚接触的，我都很这样子一心一意，愿意跟着里长付出啦。啊，敢有真正愿意安尼做一世人嘞？也是很希望啊，哈，嘛真希望啊，因为有咱这的大大小小哈，拢甲当作是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安尼哈，所以我也是很感激他们啦、啊。一个里长在里里面，如果没有这些志工妈妈、兄弟姐妹们来修听哦，也是说真的，也是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总之还是要感谢志工妈妈们。是大家相辅相成啦，一定是先看到里长愿意这样子投入付出，就把已经把自己都当成姐妹、自己兄弟姐妹、自己的亲人一样了，就没有再分那个彼此了。哇，所以大家做起来特别快乐，啊，大家会当看到伊安尼笑容，吼，家己心情嘛拢真好呢。啊，当然是爱帮助人，咱家己较会快乐啊。啊，平常在社区里面，我也是担任这个哦慈善这个工作，也是当了这个理事长，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所以也很感谢在我们社区里面大大小小都是很热心的。
有的捐钱啊，有的哈、啊、出力了、啊，都是很感谢他们，才有这个办法，才一直维持下去。是真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真的也是看到里长愿意这样子投入，大家去跟进，那个力量汇集起来是相当大的。对，那也希望真的里长呢，像里民们期待的，可以持续的哦，为这个建昌里来服务。来做大家呢非常敬佩的大家长，阿吉娜就欢喜会当邀请到你，就来咱公里好你知，阿希望来够机会继续讲给大家听。好，谢谢少君，也很感谢观众朋友大家的支持，谢谢各位，谢谢里长。一步一脚印，深入在地，